听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五个的。今天来到11月14号，安息的所在，安息的所在，希伯来书第10章35节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，必得大赏赐。啊，对吼，心就是那个心的象形文字，就是从心出来的。心的象形文字从心，因为心旁边有两个字撇，所以它的那个象形文字就会写一个直直的，然后再弯弯的，直直的这么弯，然后中间再两笔。在两边 ，OK， 好，象形文字，真的、哦，真的是这样 的，我不知道了，他说的算。好，那我们说什么呢？要勇气，你有勇敢吗？嗯、他说，就刚我们就录到一半，他妈说功课还没给我改，然后小恩就失落了。好，你有勇气吗？你有勇敢吗？有，勇敢在哪里？有勇气超大的、哦，你勇气超大，对不对？你都就是，可是全天下就唯独你不敢惹谁？妈妈？对，为什么？就代表你还不够。因为妈妈很好啊。因为妈妈很好，所以你不敢惹她，是不是、嗯？那你为什么要欺负我？越脸坏啊！我才怎么可能会坏？你会欺负的人，代表说他是人很好，很善良。好，这个我们再说。这句话是谎话。这是真实的。安息的所在，好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不会怎么做，神他为受伤和疲惫的人预备的地方，哈，帮助我们再次昂首站立。我们今天快问他什么呢？你在别人家做过哪些事情，你也希望在自己家里面去做？不过你比较，你们几乎没有去过别人家，你顶过去过哪里？乐乐家而已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没有了嘛。啊，去乐乐家那个。妈妈有一次走错房间，而且那还是她以前的家耶。你怎么还会走错房间？对啊，她走到很多猫的那里。很多猫。好，她以妈妈以前住的那个房间呢，现在变得都是猫了，对，都是猫在住。为什么？谁养那些猫？外公。哎，外公还有。其实正确的答案是、啊、乐乐吗？乐乐妈妈在养的那些猫，对，那有在养吗？应该吧。我看饲料都放在那里啊。对，最后变谁在养？谁在照顾？外婆吧。外公嘛、啊，对、啊。他们家还养鱼哎、欸。他们家还养鱼，那些猫会吃鱼吗？会啊。他们家的猫会去吃鱼吗？吃不到。吃不到哦，是好。那你有去帮？而且重点是他们家的医师很爱找哎、欸。嗯，你有。会经过一个村。是是。继续走。那哦，你说那个沙发后面吗？好。OK， 现在开始他们在聊他们家的那个建筑物的构造。当然我们现在说呢，要有勇气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要能够怎么样？要实现在安息的所在呢，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平安的休息，在主里面得着安息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奉靠中人就在这边告个段落了哦，拜拜。